哎呀，方某来迟，让组长大人久等了啊！关警长，快请坐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啊，请坐吧，坐坐吧。方警长昨晚休息可好？凤凰寨简陋，怕是委屈方警长了。我们做军人的，行军打仗就是这样，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还要提防敌人的偷袭。可以说昨天晚上在凤凰寨这一晚上睡的是最踏实的。方军长既然睡好了，精神也好了，那就来谈谈我们的事情吧。组长，昨天我们炸了日军的军火库，小鬼子肯定到处的找我们，我怕找到咱们凤凰寨会对咱们凤凰寨不利，所以请组长派个人带路送我们下山。这方军长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凤凰寨地形特殊，就算拿着地图，只要不搜山都摸不到我们这里。大哥，这儿的地形我们确实见过，从这儿往南走3公里有一处断崖，再往前走有一处溪谷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们来凤凰寨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干什么呀？刚才还聊得好好的，怎么把枪都举起来了呀？好好好，豪孙，你让他把枪放下，放下。不许胡来，退出去。你们怎么对我们凤凰寨这么熟悉啊？德雅娜，这儿的地形你怎么会熟悉啊？大哥，就是小祖宗带回来的那张图。是那张图啊？白司令，我听铃木君说你在找宝藏。嘿，大佐，我是来侦察地形的，到时候好对付方行人。白司令，我不太喜欢说谎的人，在我还没有杀你们之前，我希望可以说实话。还不快把图交出来。白司令，你立了大功。凤凰寨数百年来一直为我们的祖先守护着一条古道，这一条古道是族人受到外侵的时候逃跑的线路，它可以直接达到浙江和江苏的边界，同时也是我们祖先埋葬的地方。一旦有人发现了这条古道，就可以直接绕到浙江的后方。为了保护古道的安全，我们族人一直在保守着这个秘密。但是最近一个时期，寨子的周围发现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，眼下世道混乱，
我担心小鬼子在觊觎古道的秘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决定把凤凰寨的地图交给新四军的长官向英和叶挺，希望他们来接手古道。可是图还没有交到新四军的手里，就差点被鬼子得了去。幸好你方军长拿到了地图，否则凤凰寨危矣。哦，这就是说你派去送地图的人，地图还没有送到的时候就先让鬼子给追杀，情急之下把这张图给了诗诗，就是我的小姨奶。也就是说那张图就是古道的地图？这张图只是凤凰寨的全部地图，古道的入口向来是口口相传，不会住在地图上，就是为了怕被一些心有不轨的人得去。现在好了，你方军长来到了我们凤凰寨，方军长，我要请你协助我们一起来共守古道。叔叔，古道事关重大，涉及到整个第三战区，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手里。好吧，那我们八十八军就同咱们凤凰寨一同守护这条古道。太好了，有方军长这条话我就放心了。雷蒙，你现在带着方军长他们到凤凰寨和古道的周边去考察地形。英雄带路，走吧。蓝月，他是个汉人，而且又是个陌生人，你们认识都还不到一天。他是个陌生人都会为我着想，会保护我。你从小跟我一块长大，你除了要我嫁给你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可以为你去死。我不要这个。冷猛兄弟，能听我说句话吗？我知道蓝玉想要什么。闭嘴！闭嘴！这么有默契，不成亲可惜了呀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看出来了。青竹，这边有花，我帮你摘两朵。别动！我们靠着花的香味可是吸引山猪的。你这前面就是一个陷阱，你再往前一步就会掉进一个八尺深的大窟窿。听见了吗？啊，这花是招野猪的，怎么把你招这儿来了啊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怕你们都掉进去了还要费功夫救你们出来。走吧。那古道的入口到底在哪儿啊？其实这附近就已经算是古道的范围了，平时寨子里的人很少来这。古道的入口只有我阿爸才知道，等新的族长选出来了，我阿爸自然会把古道的入口告诉他的。我们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，就是相信你们，如果鬼子来了，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守护古道，如果不来也请你们替我们保守秘密。又不是什么宝藏，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？
事了。这样的，何总，何总。我年轻力壮，先给我杀掉了。哎，我年轻力壮，轰，杀掉！老人家，请您告诉我古道的入口在哪儿。不知道。你的嘴很硬啊，我倒要看看心有多硬。刘某君，凤凰寨的乡亲们，我这个做族长的没能保护好你们呐，是我的失职啊。但是我们族人的身上传承了忠与勇的精神，我们越是死得壮烈，这些小鬼子越活得卑贱。那些个狗汉奸就越活得被人瞧不起。早知道这不应该留下方军长的，现在方贵知道原来了，我的孩子给他们帮了。你说什么？方军长？方孩儿在哪？在哪儿？白司令。白大长。方孩儿怎么会在这儿？方孩儿也是来找古道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这张秘密藏宝图就是从方孩儿那得到的，也许方孩儿比我们早到了一步。你说方孩儿在哪？我不认识什么方孩儿。哎，白司令，就算方孩儿比我们早到一步，他未必猜得到我们会来。方孩儿一定还会回来。白司令，啊，布置阵地，通知李团长派重兵支援，设暗哨监视方孩儿。这次我要让他插翅难飞。是。铃木军、栓柱军，有。把他们带下去严刑拷问，一定让他们说出古道的入口。哎，快都跟上。
肯定出事了。瞭望台从来不会没有人的。没劲，哎，孟天，好，你们俩跟我进去看看。好，小东啊，你跟其他人也对准。哎，大哥，我跟你一起进去。你别进去了，现在里面什么情况还不知道。如果万一我们出不来的话，你想办法进去救我。好，大哥，要小心。我跟雷蒙也一块去，我们对凤凰寨比较熟悉。雷龙，哎，你在外面守着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你熟悉地形，行动起来方便。好，走。好。我看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鞭子硬。哎，刘梦君。老人家，我劝你还是赶快说出古道入口的位置，以免受罪。狗汉奸，小鬼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呸！给脸不要脸，不识抬举！他妈今天我……陈书记。老人家，请你好好的看一看，到底我们谁不得好死。林木君，你不是还没有成家吗？一起全用。畜生！畜生！你们畜生！畜生！是鬼子。我阿爸肯定出事了，我要去救他。那边什么情况咱们还不知道，敢贸然出去，定去送死。我是你的亲人，你当然不在意。老爹，我们俩一起去。哎，别动，不能去。现在敌众不挂，一切都听方军长的。就算死，我也要和我的族人在一起，守他是。大哥，有人回来了。阿妈，慢慢的走过去。看他把人关在哪里，再想办法把人救出来。走。好，进来。白司令，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通告吕乡长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在各个路口布置了暗哨。只要方孩儿一出现，必擒无疑。这族人的嘴很硬，我们怎么也撬不开。现在我们拿到的只是凤凰寨的地图，古道的入口只有族长才知道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严加拷问，一定会查出古道的入口。白司令，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是。走，快。有鬼了，大哥。林星，这两个人交给你跟雷蒙了。雷蒙，
你跟文秀一人负责一个，千万别动出响动，惊动了小鬼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不是阴一个吗？转眼票。哎，赶紧处理一下，快，跟着。好，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进去肯定会死。来，再把血打一次，现在就去杀了他们。谢谢，谢谢。老组长，对不起了，说方汉连累咱们凤凰寨的族人呢。方军长，这怪不得你，要怪也只能怪那些可恶的日本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佐，有人劫杀了仓库守卫，冲到里面来了。一定是方汉儿。走。方局长，我有件事要求你。老组长，您请说。这次变故，我们主就剩下这半十号人了。我想求你，求你保护他们。还有古道的秘密，千万不要落在鬼子的手里。老组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我方憨还活着，我就一定保护好咱们凤凰寨的族人，保护好古道。谢谢。走，快走。没起方憨，嘿嘿，我们又见面。把他们的枪都给我卸了。说，古道在哪？要不说，我就打死你。他们是冲老子来。麻烦了。你以为你是根葱呢？啊？你以为你天天都在唱主戏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给我滚一边去！老子要的是古道，说古道在哪儿？方局长，看来你已经找到了古道的入口。看来小鬼子并不上山，反正现在老子说有也是有，说没有也是有，并逼着我唱戏。我就让你随我打锣，耍一耍你这帮龟孙。我知道古道在哪儿。大哥，等不了了，我要进去救大哥去。哎，等会儿，大哥叫咱在这耐心等待，你进去万一误了事怎么办？当缩头乌龟你倒是有耐心，冲锋陷阵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积极。哎，好了，别吵了，要是有危险的话一定会有枪声的。再说了，我家哈孙那么聪明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要是等枪声传出来呀，什么都晚了。哦，对哦。好啊，方军长，那就请你带我们去吧。去可以，其他人你都放。方孩儿，你少在我这讨价还价，讨价还价必死无疑。你可以问问族长。
方警长，从现在开始，问一次，我杀死你；问两次，我杀死你双。继续问下去，这个房间可就要血流成河了。方警长，我现在问你，古道的入口在什么地方？还记不记得？我带你们找古道。跟其他人没关系。哎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冲动？干什么你？我冲动总比不动好吗？啊？哎，有人！白旗。你们干嘛这么看我？肯定又是你通风报信了。天地良心，我一直跟你们在一块儿找大哥，哪有时间报信啊？行了，没时间讨论了，咱们还是救人要紧。你们跟我来。好。亏你们来了，不然我和文秀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文秀，大哥去哪儿了？大哥让白旗抓走了。先别着急，行不？你和小祖宗留下，掩护大家安全离开。剩下的人，咱们去找大哥。好。哎，我也要去。小祖宗，你别添乱了。对呀，咱们自然就行。好。大家听我指挥，雷龙和蓝玉去救我族里其他人，我跟着他们一起营救方郡长，然后咱们在山下会合。站住！方警长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我耍什么花样啊？你们不是找古道入口吗？这不帮你找呢吗？让你找古道入口，这古道入口能闻出来吗？不懂就别乱插话。在古道入口旁边有一种非常奇异的花，还有一种独特的味道。找到了花，闻到了这种味道，就能找到古道的入口。照片上确实标有此物。这地图不是被送到了我的手里，白旗这个贵人怎么会有地图？都帮老子闻，快点！关主君，有吩咐大家帮着找。嗨，都我散开了找，散开了闻。龟儿子，老子让你们学狗，你们还真学呀、啊！大佐，那边有花。快来人！
风儿跑了，赶快给我追！快！快把他们拉开！三爷，大家快跟上！哎，你给我顶礼！糟了，日本人的邻居到了，山头水复无路，柳暗花明没有村呐，这下我们完了。对吗？这大伙儿往山里走，回凤凰寨。不行，那么多日本鬼子，我们走了哈森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留在这儿阻击日本鬼子。山下是鬼子的正规部队，你还想死更多人吗？这样，我们先把族人送回凤凰寨，又相信叔叔。
王大哥。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怎么了，叔叔？洪营长呢？他是不是永远都回不来了？ 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阿爸，组长，阿爸。